然后 How old are you? I'm 9 years old。他这样录音给老师，旁边就这样，这样对不对？他在这样，我老公也会，然后就这样，整个我想饿屁呀、啊，这样。你要想，老师会以为你们夫妻情趣。哦，因为我可以就是先分享一下韩国的妈妈们的，就是躲避人，因为韩国妈妈真的是很不愿意输给人家。从幼稚园开始呢，就是小孩不能没有名牌衣哦，名牌衣，因为韩国就是天气很冷嘛，冬天的时候怎么样，大家都要穿外套，而且是有羽绒外套，对不对？羽绒外套现在大家都会有一个 bubble B 开头的，对 ，M 开头的，都要有一个 logo 在身上，全身的那个照片，对，里面那个都是他，是不是？没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到了就是那个就是公园，每个都穿一样，每个都孩子一样，都是 Burberry 的，对，都是好孩子。以为是这个品牌的周年庆，你知道吗？孩子会就是会就是看到其他人穿，我自己没穿，就会比较心态，就会吃肉感。这一套要上万吧？对啊，就整套哦，而且好像米其林轮胎哦。整个就是米其林胎的人，不是因为衣服，是他的身材。很可爱，对，米其林胎。不是，网络上看到，然后就是大家都会看到为什么那么就是夸张。他们你知道吗？就从小时候开始双语是一定要的，然后呢再加上就差不多4年级的时候开始要考托福。你知道吗？托福哎，就是我想到就托福是你知道吗？就整个就是就。是大学生的时代哦，然后呢，就考托福也是从4年级开始，就让孩子训练，真的是很辛苦。就是我不想就是像这样子，就因为孩子会难免会遇到就是很难过，就是没办法就是好好过他的童年啊。对，所以就我就是来这里，我是有给自己不同的压力。来，你的是就是刺伤自己。什么？什么叫做刺伤自己呢？因为。我觉得，我认为就孩子呢，就是要过他的童年，所以就是一定要就是有什么节日呢，就是父母带着一起就是过节日，譬如说万圣节啦、圣诞节啦，什么一些就是节日，说因为父母一起融入就是这个环境的话，孩子也会就是自然而然融入。然后就我刚好就是在学校的家带，万圣节、圣诞节都要布置，而且是就是要手工布置，就是到了学校就是整个爬楼梯2米以上就是高的地方就是爬楼梯，然后就开始布置就是学校的。漂漂亮亮，就是整个布置起来哦，就是因为整面哦，就因为孩子们下课之后看到，哇，我们学校变很漂亮，像这样子的童年。然后呢，就是万圣节跟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因为家带就是要就穿一些就是小孩喜欢的装扮，就变成你知道吗？就是你啊，你知道吗？这一天呢，就是我刚好韩流来了，就是茉莉装。然后公主装嘛，一个公主，然后但是没想到就是那一天就是特别冷，然后就是我茉莉的装扮就是特别冷，然后就整个就是你这么好，但是我不能就是在孩子面前就是我很冷嘛，对不对？我还是一样就是扒一些糖果啊，就是学校用品啊。最后呢，因为万圣节的时候，我希望给孩子有一个 surprise， 所以是然后呢，就是我就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就是爸爸妈妈好像做了一个就是什么变形金刚，哎，不是那个。小黄就大黄蜂的一个影片哦，大黄蜂的影片。但是你知道吗？我是看影片就概念的，然后我希望就是给我的孩子也有这样子的童年。所以你知道吗？我三天整整花了3天，就是时间就是量身高，然后量就是整个就是机器把它做出来。但是因为做的那个过程呢，就是需要一些道具，我要做一个轮胎啊，就车子的轮胎怎么办？我从就是那个。厨具就是锅盖拿出来就是画，然后就是剪下来，然后就剪的，因为它的板子很硬，所以就是变成我要用就有剪的时候会刺到自己。我有准备影片，我可以就是给大家看，来看一下。对，像这样子的。哎呦！做的，对，哇塞！妈妈好难哦。去参加日本那个节目，对，超级变，对，哎，好强哦，因为20分满分，对，因为是这个呢，就是要，因为我网络上就是稍微看，你一直在研究怎么车子变人的，对的，哇，整个就是你儿子很开心，他很开心，但是后来就是，哎，那你来台湾是对的哦，如果你在韩国，他现在在考托福，有可能被我就是逼迫这样子，就没有童年，对，大亲啊。好辛苦，要哦，没有，因为我本身其实另外一个身份是 DJ，然后就是都会接一些商演类的活动。然后那时候我怀我儿子的时候，我到8个月我还在接
那个商演，所以其实那因为我们 DJ 的那个音乐你也知道，就是可能那个环境会啪啪啪，然后音乐要很大声啊，然后还有很吵杂的声音，然后节奏要很强，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很怕他就是在我肚子里面，然后就听很常听到这些很吵杂的声音，然后我怕他就是生出来会过动啊，或者什么躁郁症之类的，不会，他的节奏感会特别好。没有，可是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想的就是坏的，我妈想的会是这样，过动，希望他变好嘛，他会过动或是躁郁症，因为音乐太强烈，而且我本身我自己个性是比较急性子，我很怕他生出来会很急躁，所以那时候我就给他叫什么持咒养胎，什么咒什么咒，我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像刚刚不是有那个莫扎特吗？我不一样，我是听心经跟大悲咒，所以我只要在家对南无观世音，南无观世音，大家节奏都不一样啊！你们是哪一种版本啊？对啊，是躁郁了啦！南无阿弥陀佛，北有战斗陀螺。没有，我是听真正的心经跟大悲咒，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只要在家，我就是听，而且我听到了大概快射手，我还在听，然后而且重点是我逼我老公一起听，对，然后重点是那小孩一出生是不是阿弥陀佛？一出生一成气没有，他这边盘在那边了，盘在那边，没有没有，重点是我重点是我连我朋友来我家，我都要逼他们听心经跟大悲咒，在旁边听，然后我们边聊天，然后我朋友说你确定你儿子？这样感觉蛮不吉利的，听一听他们就走了。对啊，我说他本来就已经在投胎了。然后因为我真的很怕，我真的很怕脾气会很暴躁。那结果呢？重点是我还有抄心经哦，抄心经也不错啦。抄心经，其实抄心经 OK， 我相信可以。可是听听，因为你好厉害哦 ，DJ 很流行，然后抄心经，对这个因为妈妈太多口音。业障还有业障，然后照片我要编成 rap。平常我对啊，平常很那效果到底好不好？对，效果呢？到现在太是一正常，就是还是很过动，还是过动，还是过动了，就还是很脾气很差啊，这很正常哎，其实没有，其实就个性。小孩子脾气差很正常。你像我班上学生那个怀孕的人，叫他巴不得来上课了，也就是他不是来跳哦。他来听音乐，他听节拍，就让他小朋友出来之后确实是会变得比较健康，比较活泼一点。但那是好事，不是坏事。可是有啦，但是他脾气不好，但是他的确跟老师脾气不好是跟个性有关系。他的确是个性，他个性没有，但他的确节奏性真的比较好。对啊，对不对？他听到声音或是节奏性还有律动性，他也比较好了。嗯，对。那这个世界上节奏感最好的人是谁？你知道吗？谁？戴资颖。哦，为什么？因为他每一球都打在拍子上。对。Thank you，Thank you。OK， 来，我们来下一题哦。当你为了小孩要拼命努力时，最怕谁来扯后腿呢？来，帕如。当然就是我老公啊，因为我有讲过说我老公比较不在乎吗？对，我老公他比较不在乎小孩的课业要达到什么的标准啊，他比较在乎是生活的爸爸好像都是习惯。对，之前好像就有分享过，我小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我老公会在旁边打 switch。他会在旁边打电动，然后还会玩健身玩，而且这样蹦蹦蹦，健身玩是要跳的哦，有时候还要这样 victory 啊，这种，然后小孩要在旁边写功课，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这样，不要影响小孩？对，我说你不要在旁边玩电动，他不玩电动以后，他就开始看新闻，然后就转节目，然后也是这样子，然后小孩也是很分心，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开电视？全家就是现在这两个小时，我们就让全家保持安静，因为我比较在乎以身作则。那你要他干嘛？对，找事情做，我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洗碗啊。我洗碗我觉得无聊，对不对？我就戴耳机听音乐或是追剧，我就一边洗碗。因为哥哥也会在那个时间去写功课，妹妹也会写功课。那我不希望他，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我就一直有一种心理阴影，因为我小时候我就一直在写功课的时候，听到我妈在客厅看连环炮，然后就一直有点哈哈哈哈，那我就好想看，好想看，一直听到什么伟忠哥哥、角哥在外面演戏，好想看，然后连环炮看完了，他还吃素。对，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武则天什么，好想看，好想看。一代女皇，一直可以看到九点十点，还有花系列太阳花，然后心
里就很痒，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一直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小朋友要这样专心，可是外面声音一定会传到我这里。后来我也不准他打电动，对不对？我也不准他开电视看什么新闻，很吵杂的。对啊，有时候很难为。然后我们家也类似这个状况，不能看电视就算了，那我去做按摩椅可以吧？不行，你的功课我做按摩椅有妨碍到你吗？也会有声音，妈妈给他打掉，你关掉！我说我按我的膜，你那个咦乖乖的，真的，对，不行。声音，他会有充气的声音，他跟压按摩椅不好，会有声音。然后我女儿她有一个英文功课是要录音的，就是因为老师要听你的那个英文发音，所以她都要说 Hello teacher 什么，我要什么录音了。然后 How old are you? I'm 9 years old。她这样录音给老师。然后我老公在旁边可能就手，他就不知道干嘛，你知道吗？他想说。那他就来健身嘛，他就开始拿哑铃，然后你就听到我女儿说 I'm 9 years old， 旁边就这样，这样对不对？他在这样，我老公也会，然后就听到整个我有恶屁呀，这样。你要想，老师会以为你们夫妻情趣。我真的觉得，你觉得老师听了以后，他觉得在干嘛？对啊，白目。对对，我看我老公。觉得这老师听到这个也是对啊，怪怪的，太猥亵了。可是我觉得爸爸就是没有办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收看最新影片。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哦，给我们更多意见。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内容，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